可以丧权，战难生，仇杀深宫，举女臣，君与臣。守土有责，失土者斩。对那些误国庸臣，该办的就办嘛。是，遵懿旨。臣李鸿章启奏太后皇上，曾国荃从上海来电，法国公使巴德诺在越战和谈中要价越来越高，且远东舰队孤拔的舰船开出了上海，去向不明。孤拔声东击西，而最终是意在台湾。台湾是我七省门户，不可有失。其实法军攻台还是意在要挟增加赔款，我哪有许多银子给他？太后，选一员猛将去镇守台湾吧。你们说选谁为佳？这此人实难挑选呐、啊！过猛过急会把台湾打碎，过温过软难以威震法夷呀、啊！大人所言极是。此人实难挑选，我大清就没有可用之才了吗？太后，儿皇曾收得一人奏本，此人素奋列强之猖獗，可以镇守台湾。哦，此人是谁？刘铭传。刘铭传，刘铭传原乃臣之属下，此人作战勇猛，且对当前形势颇有见识。不错，他在奏本中对台湾的防务、商务、洋务提出十条新政，还提出台湾可改省制，以固东南屏障。刘铭传历来自作主张，因而多次被罢官，他去了台湾只怕就更难管束了。刘铭传曾与法国洋枪队关系密切，若要他去抗击法军，只怕怎么这么多的怕来怕去。只要他能守住台湾，就是眼下可用之人。至于台湾建省等事，再议吧。皇上，给刘铭传加个巡抚衔，督办台湾事务。是，李中堂。臣。立即筹办刘铭传赴台事宜，要他即刻启程。皇上，先让刘铭传去上海协助曾国荃参加中法谈判，待机赴台如何？好，待朕传旨，命刘铭传速赴上海。各位
太甚，关于赔款，我们再商量商量吧。不，我打日本帝国，我美利坚合众国，我大英帝国，我沙皇帝国，我们一致要求大清政府赔款4000万两。